我投着，安尼无法投票。来，拄只二十块上诶，小黄鱼二十块的哈，二十块诶，这二十块诶，二十块哈，二十块诶，这二十块诶，二十块诶。二十块，一整只都有，较慢若无多，小等下都有，大家都有哈。来，过来都啦，嘿。要啊，我他掉开掉开，遐多多等到。来，来个几分，好啦。接啦接啦，这边嘿，好啦，接啦好，谢谢。啊，你一个，我一个过来都啦，过来都。来啊！这胖嘞，哎，你是上来，你也咪，你包来见，你就包哈。两百九分多少钱？听了，这两家九分吼，九年前一公斤多少？新加坡、日本、加拿大，大陆也上计大，唔过真吼，九年前一公斤640，九年后一公斤嘛是那同款640，真含一块都无。连一毛钱都没有，你啊，因为我都外销啊，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外销哈、哦。武汉疫情的关系，啊，我讲啊，咱每食物件在拍卖，拢1,900到18,800，唔好讲话哦，你讲话算未到是你的代志哈。咱1,900到18,800，两项物件无抽，红钱面中输了的娃娃，我拍卖只要1块无钱，赢有俩。啊，这两家酒坊替咱台湾的居民拍广告。我若无甲卖了钱，伊无钱通退啦。遐坑的，就是拢规样拢了去，因为这武汉疫情的关系无法度，吼、哦，无奈啊，这都无奈。一公斤外销600几块，我来讲，我比恁咧讲的钓鱼，我可以较出卖你，好无？啊，一个人给你上等价，两种人唔好买这哦。爱充钱的你买这无路用，无钱当你做。爱食肉粗呀，你买这嘛无，这样一公斤，安尼一公斤啊。乖，多个乖呀！来，安尼一公斤咯、哦、哈，一公斤啊，一公斤860块，一公斤800多块。要煎，要烘，要吹，随在你。爱穿是你要洗无好，洗无穿。一公斤八啦，两公斤就是3斤过4两，3斤是偌济？1,200，对不对？加了两公斤就是3斤，3斤过4两，较紧的哦。加两公斤哈，2公斤，你若你不你一顿你绝对无可能吃得完，吃不了嘛，你也下冰箱冷冻。你今日无吃，你明仔再吃，明仔再无吃，你后日吃，后日无吃，后礼拜吃，后礼拜无吃，后个月吃，后个月无吃，明年吃，明年袂记吃，这个下到后世人才吃。白人客，吃就真正了哦。这是今天吼，你大小都摸起了23啊！我叫咱退广告，啊，卖偌济算偌济，啊，无伊无法度外销啊！这段时间唔是咱咧饲的啊，这两单就咱饲的饲在饲永安隔壁庄尔，啊，叫咱退广告吼！啊，这段时间大家居民拢真艰苦咧，啊，政府补助啊，补助偌济我唔知，我无补助到，因为我唔是居民，我替你介绍吼，伊是甲白人个，你若要煮糜爱切咯。煮糜爱切，啊！你若煮汤嘛是爱切，你若要用煎的用炊，拢唔免切，直接来炊。两公斤、3斤过4两，1,200或1,200，唔免。卖就1,000，就900、700、800，收起。900，唔免啦。300好，300块啦，安尼好唔好？3斤是1斤，全部100块。这5块也嘛，恁咧讲的钓鱼啊，难问题啦，嘛无遐俗。后壁阿姨，后壁两个啊，甲收的吼，后壁甲收一个，哎、欸，啊，这走了啊吼，来，左边吼，左边，你后壁，你是后边，300了，来，线无挂着，啥物也无挂着，线无挂着，300块。你袂心酸袂起毛，就是不能养的。300块，这把做油哦，这球中带油，油中带球。300块，最后去招一个好无？最后去招一个人去。300了，300块，
拢有啊吼，好来，请开。你想要食啥？肠仔要，肠仔咱免发。你头前话爱讲，无讲咱袂干啦，只哈。这小妹等下超过2800至3000，100%，以上亲的，咱是规堆单规拢有人，所以免钱啦。炒的鼎底有水，对不对？咱这炒的鼎底无水，而且通工，这是浸三工，干45%的水，让你唔是哦，这种都无干水哦。所以我免请朋友啦，拢做我人。招两个人去一了，招1000，我代表这代表2000，俗话这俗800，俗800你免来遮好来遮。一盘全部两个人去吃了，500人，500块，最后存一个，最后存一个，最后一位。好，快点，要包两个人去。今年他们要借机会，我觉得应该可以。那个红烛鸡啊，红烛鸡够。酱猪贵啊，因一世人捌食过，还佫介绍一件。酱猪贵小卖无法多卖啊，伊也卖这边的鱼仔拢免卖啊，因为一只好80-90公斤，100几大斤，迄尾鱼仔菜类边的鱼仔拢免卖。伊爱抬偌久啊？抬3点外钟，一日饲的时间，差不多3点半钟至4点钟，爱多抬好多煞饲，所以多唔免卖啊哈。这红猪贵哦，这野生的哦，这毋饲的哦，无在条饲到这样大尾，没有办法。这只100几公斤呢，然后啊，这剩肉尔，要煮了一部煮法尔，煮姜丝汤南蛤嘛好啊，忘法啦，只要一部煮法尔，好鱼啊煮姜丝，泰国鱼啊煮米索，对不？什么鱼都一样啊，好鱼你得煮姜丝汤哦，歹鱼啊你啊煮米索吼。我来讲，只小卖场，这无咧算斤，你讲算哩咩？只穿个超过6-700块，你唔开落，你买袂落啦。啊，若食咧？挂价搁落咧，这青鱼可能开咧，再500你就买袂落啦。啊，赶紧吼，因为这种鱼啊，小卖鱼嘛多卖。你直接啊，厝个搞餐厅，啊，最近餐厅你就知影，真侪间拢休困啊。因为武汉疫情的关系吼，啊，所以啊，起来只有人吃。啊，这红所有的鲑鱼壳啊，就盘类，我最想该观看。哦，叫做红烛鸡。哦，啊，伊这肉是红的哦，爱煮姜丝汤，啊，南蛤嘛。一边你会钓出后抓免套，这有就有啊，无嘛是咩办法？哦，你搁套安怎嘛是无？啊，送着福气，无送着卖受气，全部剩遮尔啊！我手咧叮当，手呐拢咧叮当，拢准无休困哦。啊，今日哦，动作快，咱就去讲炒饭类。啊，我今日卖话用讲的好啊。哦，因今日鱼啊无介只7-8栋尔，但着7-8栋搁伫遐喊大细声，看地啊你啊，遮来，一堆来。7-2-3-4-5-6-7-8-9-10，12公斤，大斤多少？20大斤，这12公斤20-6-8-10，20大斤一个多吃2斤，哈，多吃2斤啊，这一顿你绝对煮袂完。你要空啊，全部拢煮落来，你是多长时间？你到了5个人呀，你要煮3分之一多啊？哦，拢无啊，10个人去尔。一盘唔免1900-700-800-800-500叫几档，我卖你5块，较紧嘞。300人，300块，卖就退钱啦。300块，安尼有比头款钱搁少无？一个，两个在银毛，等嘞，稍等嘞。200人，你卖200块啦，笑死人啦，这无啊哈？安尼两个来，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全部10个了。六个，加几个啊？七个，八个。200块，紧嘞，有啊紧嘞，九个，最后剩一个，200块，200块，上个，来，谢谢，200了，紧得啊哈，来再赶过来，你来，200了，上还袂赶掉，上无赶掉，我你还袂赶掉哦，来，来，谢谢，最后剩一个来，200块，刷灭完，500来。1000的，这煮汤哦，这无吼，这个煮汤了，煮姜丝南蛤嘛，这好鱼爱煮姜丝，一千哎，1000块写哪个？1000后边，来这吃着咱下冷冻哦，这一餐没有办法吃得完，啥物件？
这来小哥包啊，来来拍车啊，来小哥送的小卷哈，来完了好啦，来来新的贡丸送的贡丸哈，贡丸来，好这边两分碟来，阿彪那两分咯，哎你从那边两分，好。行啊，好好好 ，OK OK， 来你家去，他喜欢帅哥。我讲哈，这人一知影个真，咱拢全部摆出来哦。这二四街，二四街你讲话老开哦，啊，爱老开，啊无人长点点个真。好，这人长有点哦，所以哎，你好，姐啊，你看嘛，你别个板凳哎，啊，嘿嘿。但这段时间哦，我朋友办桌的餐厅，可能呢，哎，有新疆，那参加办桌的餐厅有新疆的，今天我们，哎，我朋友因咧开咱厅，一个月讲补助一万啦，啊，补助三个月啊，三万啊，三万你要怎生活？对吧？来，这一包两斤哦，这鱼翅鸡啦吼，办桌第二道菜哦，这鱼翅鸡。伊鱼翅鸡煮了好吃，白红菜你也吃，无要紧。那鱼翅鸡煮了歹吃，你也使先离席啊。你往后吃两碗肉丝，放啊等啊。还有，这鱼翅这怎么吃？这退冻，你规包麦头都等水，好二十分钟你也讲软软啊。客气头开，加头一百四十煮了香粉倒啊，麦个淋凉面素啊哈。来，加两包，这一包两斤哦，一个人吃伤济，两个人吃佫无啥够。一包一日吃吼，伤济啦，哦，啊两个人吃无啥够，真难无啥着，一两三四五六六个人吃，一包四啊二，两包八百四十，那花八百十四十袂珍贵，当作花鱼，是咱六个人吃，咩就先加百七百八百免，三百二三百块，两斤总起啦，四斤总起来，三百二。三百块，两包中鱼，中鱼四斤。买两包。安尼啊，佮只下冰箱哦，这一顿吃袂完。买两包。一餐应该是没有办法吃哈。这鱼四斤，三百了，太少了哈。来上诶，来边有无？旁边有没有？三百了，来五百块先啊，就再补上一千诶。最好存两个人去。三百了，变倒来。三百块，三百块。哦，回家免阁煮啊！吼，不然你怎个用烧得啊？最好一个人客，三百块，三百块。你上百倍吧，我存下。好，好啦，我见你无要紧，你要做这啊？无要紧，来。来，阿恁想要吃什么呀？咱物件你拿住。来，石膏缸啊，弟弟。石膏缸啊。九高港啊，九高港啊，哦，我是跟你讲，你也看大鱼大哦，有这边九高港啊，你边个鱼啊，你也买无要紧，表示这档鱼啊真高级，哎呦，你九高港这种鱼啊无俗，啊，伊若有啊多谈卖这九高港，表示这档鱼啊，边个鱼啊你甲买，你免考虑讲好鱼啊歹鱼啊，一定是好鱼啊，哦，这九高港这太好啊，免太啊，这船啊顶个太好啊。你这边内两刀，这边内两刀，虽然你整开吃袂下，一定爱退钱。咱只五年以来拢会使退钱，全世界食的物件敢讲退钱容易的，无人敢来讲。专家拄好我了敢讲的吼，咱只会使退钱，别人袂使。来啦，我讲啊，咱卖个算本啊哈，算本讲卖袂准，算行情卖袂成。这只小米三百零块，这两只，这三只一定要加千块。这三只真清哦，这个你爱好哩啊，我擦起哦，丢丢看，哎，这种太好啊，这船啊正常太好啊哈，这是九高港啊，这就是半斤通啊在抬，一只都四百股烂在抬啊，四百公克在抬，哦，啊这种板多你先大只去拍只啊，啊小细只佫无肉，哦，一定啊这种板半斤上的啊，一斤以内半斤以上的上盖好食，是啊，
看这虾，这种虾目前全世界无法都饲这饲苗啊，哦，这饲苗哇，嘛一九九工，这三尾小尾等下成千块，这三尾一千你应该买袂着啦，这三尾哈，这三尾总计一千块。太近了哦，三百一千元买的，三百一千，你用这个二，四百二哩。你若小家庭的钱就要够，较大家庭的钱两买。哦，啊，我俩三百二哩，我阿伯存一买，啊，唔知变喏，造成着咱的困扰吼，唔买。来只四百二哩，一边让你煮几啊顿。二四六八十个人客，这四家，一千也买着，随时来退钱我边啊，唔免一千九百八百免，国三百咯，三百块一只几十块啊，石狗讲啊三百块，三百块，来，谢谢收看。一只三四十块，你全世界你要对买。再来。你吃鲑鱼无？鲑鱼，哎呦，好。三十号。哎，你拄好买嘛？你无买这吗？三十号。因为若吃袂晓，即只我十倍一两年，我赔你三百，落到我，落我头。这鲑鱼敢会生水？会不会太漂亮？好无？开一千多啊，这免花，花些花些，一千多算我要吃的，一千块算啊，一千多。这真话若袂出里，我退钱哦。一千多你好，三地加薪。四地二五地二，有加无？这几个今天有跟林切诊，搁加上一地，七地二，一千块。咱的鲑鱼真的也袂出流，台退钱哦吼。四地千外啦，五地啦，七地来，七地个你跌袂落去啊。像这若无了钱，规档我都袂得一块。最后剩两个人客，微信我刷。今十几箱存车尔，一千多，正地过来。一千块，这真会出油啊！米米米，鲑鱼没有胆库存，哦，四地千块，五地、六地，一地煞过来，一千多，来摸开，一地来摸住吼，两地、三地啦，未使，哎，你我爱去高等公司，哎，表示讲咱有甲卖完，你买我，哎，我去白烤你好不好？哎，你去白烤你啥？来去烤你好不好？哦，哎，因为这我爱个客人跟你讲的。好，一千多，一千块，这边哦，这四地一千买就便宜很多。五地你六地你，这地拢两公分高的哦，也高多地两公分，这地刷过来啦，一千多，这足重的，这顶皮足烧足酸，一千块买无？这是冰箱啊，这是等你买多只。哦，这也是两年的时间哦，两年的时间，你听你好，一千多，三十、四十、五十、六十，你提过来，再过来，一千多都很重哦。啊，你一个带要几斤的哦？一千块，
啊，这无胆固醇，妈妈你吃无？四岁啦，五岁、六岁，一直过来，再个一千多、一千块，一千块，这袂贵个尔吼。最后剩两个拢讲无半地啊，最后两个人去，最后两位，最后剩两个人去也无，还剩千块呀。一地来，一地过你啊，一千来，一地过三下，安尼来紧。一千多，一千块，这些东西很重哦，全部总来一千，一千块拢有啊吗？可以，真的未出流行歌，谢谢。来，后边个面，倒面听无？那面将倒个讲起来好无？等一下，罗宇先来，迄无要紧啊，罗宇应该先来，罗宇来，我讲，咱食到这下哦，好，来这海螺哈，这海螺鱼。这个冷冻的一条我给你一半，这海料就这样了，还有一半，开就是没有刷，这只四百几块，这只只有两斤，反正一套两斤啊，还有两斤重，鲈鱼，鲈啊金目鲈，鲈鱼啊有四种：金目鲈、七车鲈、银花鲈、加州鲈。咱兜迄只叫啥物鲈？迄只叫加树鲈。这头尾你煮成中风吹啊，你伤大只。恁兜的盘啊无遮尔大只。哦，这头甲尾你煮汤，你就是汤人化咸嘛。啊，身躯哦，你用吹啊，是用煎拢无要紧，这肉就是油尔。你只免千九百、八百，你只开五百，你相信我？500块、500块。就头一个只500块，鲈鱼金目鲈这大尾哦，500块，500只尾鲈鱼，500咯，这只400几块呢，这大鲈啦，不是小鲈啦，哦，来，4个客人，这不好，这几位他们十人份，10人份。剩下500你卖掉，300块，两只中皮，这只本用300块，小卖400几块呢，就几只。300。200，谢谢，收下。先去金星鸟，这家的三百几块钱。